关系啦，华田泰安就算顶。第三场就跑1650D，成绩几好嘅话，1579-10-11，俾呢只马赢过嘅咧。十号仔叫做行进之宝，上次13前次三，夹晚大热门上一场嘅十号就俾田泰安赢咗啦，四倍都有啊！赢过嘅马咧就1579-10-11，上次成绩好系6号、9号。好多人揀6号啊，真系11号咧就叫做谜语20倍，冒险东骑而家1650啊，跑个一档，档位好紧要啊，档位即系正话个四档田泰安啊，即系虽然出闸乱乱进进咁样，但系咧佢唔会话走多好多路程啊，稳定咗之后就。后劲好好啊！11号仔咧就叫做谜语，11号赢过本路程，但系近期成绩好嘅就6号、9号，灰马喜悦一生9倍，哇，好热喎！喜悦一生上次第五，前次第五，6次赛绩两个第二，12号仔本路程就未上过名嘅，但系好热喎。郑俊伟、潘明辉，同人倾偈啊嘛，讲嘢添啊，俾指示佢啊，影住你啊，最好唔好讲嘢最好啊，应该讲就讲，你咪即系未免招致别人嫌疑啊，真系。灰马12号，6次赛绩2个第二。4个第五，即系全部喺前五翻嚟，只马都准备得好好嘅，但未有赛绩啫。本路程嗱，6号咧就系而家见到呢只叫帝豪欢声，好好成绩嘅，最近3次系2-3-2咁样啊，即系系赢唔到啫。6号仔，骑师系钟奕礼，嗱呢只叫亚洲力量艾少礼，啊指住唔知指住啲咩咧？大家倾下偈先。9号。就是無敵精英，幾好啊！連續2次位置，上次第三，前次第二。睇啲主持揀咩啫？呢只開心漢子上次第尾啊，上次4号仔36倍，上次跑12名，只馬都好緊張啊！只馬。钟奕礼、帝豪欢声，6号仔入过 Q 嘅钟奕礼嗰只马，4号冷门嚟嘅36倍，8号就现场大热门，隔晚大热门系5号而家7倍，3号仔第三场隔晚大热门系5号，5号叫咩名咧？虫草之王，我 Jenny 要1号、12号。好散喎，真系啊，都唔聚焦嘅。1号系迎尽天下19倍买冷门啊，佢12号就9倍。我买，我中意6号、9号，我要6号、9号。Jenny 要1、12、3、9，我要6号、9号，即系钟奕礼同埋呢个巴道，买两只近期成绩好嘅6号、9号。蔡俊佳要8号、3号，哇，好散啊啲马，唔聚焦啊，好难玩啊呢场马，因为
好多好多马有好成绩嘅啫，一五七九十十一就赢过六号入个 Q， 五号就隔晚大热，现场大热就系八黄晶图与三号八号，三号咧就系亚洲力量艾少礼，但近期第八第六，我咧就要六号九号买两只咧，近期六号就二三二，九号就三二六。我买呢啲嘢，买近即好。九号就赢过六号入个 Q 咁样，就买六号九号。黄晶图要三号八号 ，Jenny 要一号十二号，哇！真系乱晒龙啊！呢啲长码唔聚焦啊，即系啲意见唔聚焦，同埋即系睇马经呈现出嚟嘅结果系好乱啊！碰运气又买少啲，但上一场我田泰安只马近绩又好咧，系咪？第二场得一只马上次入咗围嘅啫嘛，就系十号咁，十号咪赢咗出嚟。好，而家影住呢只八号仔叫团结一心，现场大热门。现场大热门都有个取胜率嘅，隔晚大热有一个取胜率。跟住阿赢尽天下，四号马嘅开心汉子有啲扭计啊！剩翻三只马，又响其成，重组之王，觉得开心汉子亦都搞掂埋，时间差唔多，交俾集前。又响其成，最后入闸。看看这隻马的集伤情况如何了，虫草之王啊。他就排了个九档，因为这隻马我过往的集伤都是一时准一时不准。等埋隻虫草之王，全部马不准备妥当，三场赛事五班一路五零。好，嚟一起步嘅时候啦，咁啊应声弹出啲咪虫草之王快闸啊，响内栏有迷语啦，中间黑衫红帽开心汉子啊，第四位内栏灰马有呢只喜悦一生，出边啊又响其成啊，黄帽大约中档，跟住个第六位就团结一心啊，响出边帝豪欢声轻轻留得到添，响内栏嗰边啊，咁啊亚洲力量摄咗入去啊，中档尾四，咁啊有呢只智胜攻略啦，出边红衫，咁啊紫色眼罩一只行进之宝啊，尾一赢尽天下，暂时殿后系无敌精英嚟嘅，转呢个满贯弯。放咗出嚟嘅马就系嗰只谜语啊，跟住喺第二位开心汉子啦，内栏第三喜悦一生啊，外边啊帝豪欢声咧就走咗上去啦，中档第五就系红衫红帽嘅虫草之王啦，咁啊再后边第六位紫色帽嗰只咧就又响其成啊，内栏粉红帽大约尾五六到啦，有亚洲力量啦，中档尾五黄衫黄帽嗰只咧就团结一心啊，后边四只有赢尽天下，出边尾四到啦就红衫紫色眼罩咧就行进之宝啊，尾二智胜攻略暂时殿后仍然系嗰只无敌精英嚟嘅。去到對面直路尾過呢個六百米段處啦，帝豪歡聲咧就慢慢搖咗上嚟噶啦，咁啊好輕鬆咁已經將嗰只迷語趕過咗。開心漢子第三位啊，第四位有灰馬嗰只咧就喜悦一生啦，第五位中檔係蟲草之王啊，咁啊嗰只又響其成啊響出邊啦，馬林中間黃毛嗰只咧就團結一心都想攞出去啊，揈出去嘅馬有呢只行進之寶啦，但係無敵精英你唔俾佢出嚟啊，擁翻佢入去啊，好啦，最後三百零米啦，蟲草之王就透出咗噶啦，咁啊中檔追上嚟有團結。一心啊，外边上仲有呢只无敌精英啦，中档位置系喜悦一生啊，最后一百米虫草之王占先啊，无敌精英追紧上嚟，中间仲系团结一心，接近终点第一名埋边，虫草之王赢啊，跑第二名系无敌精英，第三名团结一心，至于跑第四名咧，赢尽天下、啊。结果今场赛事入闸出闸都冇咩问题啦，呢个虫草之王今场仲快闸添啦，咁啊结果走先就倒先，由包尾追上嚟，无敌精英就跑第二啦。团结一心第三、第四名是赢尽天下。五号嘅重组之王就系要胜出啦，咁就八点八倍啊，咁跑第二名咧就系九号啦，呢只无敌精英巴图都落飞啊，临尾第三名咧就系八号啦，团结一心希威森，咁啊第四名咧一号嘅赢尽天下班德利，嗰只喜悦一身又系接近啲第五名啊，守住内栏包厢咁靓，又抢咗第五喎，系啦，只八号仔咧就
团结一心。林翔收镜之前仲系大热嘅，后来变成重组之王嘅大热。哇！真系啲非此起彼落啊！真系。咁啊，即系钟奕礼咧就中途变奏啊嘛，中途变速啊嘛，走上去啊嘛。呢六号仔啊，呢六号仔钟奕礼带嗰一轮嘅八号咧就叫做团结一心，希威心。收镜之前仲系现场大热嘅，后来变咗呢个重组之王何泽耀呢度啊，咁啊睇下呢几只马点样样，点样样斗啦。咁啊，而家呢个钟奕礼咧中途变奏，走上去前边。咁只马其实就系唔系咁嘅跑法嘅咧，不嬲都啊，唔系中途变奏搞掂得嗰啲马。咁啊，四号嘅开心汉子梁家俊就系第三名，十一号嘅谜语咧就系呢个冷门嘅冷啲嘅就喺第二。咁啊，离开都几个马位噶啦，灰马冇份嘅灰马。咁只五号咧就系重组之王啊，都有 win 得噶啦呢只，守住喺第一、二、三、四、第五位第二碟。咁啊，冲上嚟，咁啊，先过咗只灰马，走咗去外碟嗰度，咁啊，上嚟冲啦。咁啊，钟奕礼呢只马都系冇乜噶啦，跑跑下，但系佢都大个出嚟啊。咁啊，里边咧有一只咧，三号亚洲力量艾少礼冲一冲又冇咗，咁然后呢两只走上嚟啦，黄色帽呢两只，一只咧就叫九号嘅我嘅脚无敌精英巴杜。八号咧就系收镜之前嘅热门，五号都八倍啊，五号啊，九号、八号，$56位置 Q， 我要六号、九号啊嘛，即系六号钟奕礼又唔见咗，即系九号咧就跑翻喺度。